輸俾我啦。好波啊！阿邦，阿邦，啊咩？唔係道理咩？你同我出嚟玩，你可唔可以尊重下我啊？你，哎呀，嗱，你誤會咗啦，我哋玩多鋪咧，好唔好啊？唔玩啦，走啦。喂，咪中意一個人，唔係應該無時無刻都諗住佢嘅咩？其實一段愛情到底有冇一萬年期限呢？在《西遊伏妖篇》入面的唐三藏就對已經逝去的段小姐一直念念不忘。有冇掛住我？師傅現在連大聲都不放過，境界高我幾班。師傅攬的不是大師兄，而是另外一個人。即使眼前的世界再變，愛慕都沒有半點減佢。你要我讲几多次你才信我啊？这个女人是妖来的，她的家人是害你的。明明人是一家大细，为什么你还要冤枉她们呢？现在害人都是你啊，你才是妖精。你不是信她，不信我是吧？是啊，那我就杀了她。是不是我喜欢的女人都要好像段小姐那样死在你手上？我问你个问题啊，如果你发咗达，你会点做啊？我啊，一定会买大屋，跟住买跑车，然之后咧环游世界。啊，仲有买游艇，哇，同成班 friend 一齐出海开 party， 又唔使翻工，好正啊！哇哇哇！一个人突然之间发咗达，会唔会就此变质咧？我要发达，起中嘅阿发忽然天降横财。他又會不會拋下失常的妻子，然後另結新歡呢？能夠揀出來的號碼是九號。我中了六合彩啊！我都忍得你耐啊！聽日我收埋錢，我就朋友世界。思思啊，我阿伯永遠不會掉低你。其实一路以来你都没有重视过我们这段关系，那我们继续下去有什么意思啊？你将来怎么样呢？我不想跟你吵。为什么我遇到的爱情总是跟动画里面的差那么远的？动画主角很多时候都比真人更加有血有肉，在绘画得如梦似幻的背景衬托下，他们的爱情故事显得格外深刻动人。你唔觉樱花好似船咩？出年都可以一齐睇樱花，咁就好啦。如果你有咩想讲嘅话，不如试下将佢唱出嚟啊！佢见到我，佢见到我嘅内心。终有一日，我哋一定会再一齐去睇樱花。唔理系我定系佢，一样毫不犹豫咁。相信呢点，泽导，你系咪喺度啊？一直在找你啊。做什麼啊？我今天 interview 又衰了啦。我要努力向上，要令朋友滿心歡暢。你以為你自己真係周星馳啊？哦，識搞笑嘅男人特別有吸引力。周星馳每次演出都為觀眾帶嚟無窮歡樂，佢嘅每一部電影都值得我哋一再回味。無敵整蠱商，我整蠱專家並唔係浪得虛名嘅，神功護體刀槍不入嘅，邊個話我流嘅？就埋嚟怼都我试下，我信你。爸爸。